各位铁粉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亨会。哎，我是许亨，我是唐新奇。啊，这个今天我们那个聊的这个主题呢，哈，跟那个之前呢有点不太一样。今天聊的就是我们刚有上次有提过嘛。上次提到一半就是说要在这一集揭晓。哦，还没有揭晓，这一集讲的这个海湖有关系的哈，就是这个鸿门维新指针朝夕忠义精神啊。为什么要讲鸿门呢？这个鸿门历史太悠久，300多年历史，它经过了太多的。你知道这个鸿门你听过吗？好像有听过，感觉上好像是有听人家说是帮派这样子。哦，不，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了哈。那你知道这个它是怎么延伸出来的，你知道吗？好像是跟那个以前有看过那个电影，那个韦小宝那个时代有的天地会什么的，这个陈近南，我不知道，陈近南对不对？是不是类似这样子？天地会的这个总教头，这个首领。陈近南嘛，对不对哈？啊，其实这个也没错啊。的确天地会延伸到鸿门没错，但在这个天地会之前呢是少林五祖。少林五祖因为那时候满清呢，在追杀嘛，对，所以少林五祖逃出来外面，他们为了要这个这五位呢立誓就是一定要这个反清复明，一定要去反攻回去拯救少林寺，因为少林寺整个被毁了嘛。对，他五位跑出来，就五祖在那里呢，就是一定要恢复汉室。所以这个鸿门的鸿，其实之前是汉朝的汉，汉字，我们的汉字的汉，把那个拿掉，又会变成鸿嘛。对，中间拿掉，等于我们失去中间那边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恢复汉室，就把它放回去，所以当时叫鸿。那个时候还没有叫鸿门，我少林五祖还没有叫鸿门，只是说他们一直要反清复明，恢复汉室，但是。已经很尽心尽力，一直到我们这个陈近南的出现。人家陈近南是谁带他出来的吗？不知道。绝对不是霹雳布袋戏，也不是金公仪，是非常有名的郑成功。他是郑成功派的大将军。是。你去辅佐，把这个地方整顿好。反正陈近南来了以后呢，你说的韦小宝对不对？对。厉害的，那个时候没有韦小宝。我就把这个电影周星驰的电影，这个是杜写出来的，但杜这个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啊，编出来的一个韦小宝。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呢，很多呢在那个方面呢是有那种阿谀奉承或者拍马屁的，或者是鬼灵精怪，当然一定会有嘛。对啊，对不对？那是韦小宝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很有名的那个作家笔下的一个非常很红的一个人物啊。那他以他为背景写出了陈近南。对不对？天地会总教头，首领，陈近南嘛，对不对？陈近南呢，就开始呢，首先开始是天地会三个字。天地会之前其实不叫天地会，是我猜对了。你是猜对没错，但天地会之前呢，它不叫天地会，它还没有叫天地会。好，那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延伸，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天地会，因为他那时候呢，一直要把这个地方整顿好，一方面就是要反清复明嘛，对，所以他集结了很多这个江湖术士、江湖好汉啊，什么江湖什么大侠什么之类的，只要有志一同的人，他全部集合在一起，所以才有什么梁山108条好汉。你知道梁山你知道吗？梁山没有三两山如何上梁山呢？嘿，那个时候从梁山里面，他也在从里面集结很多108位壮士。还没有壮士的，没有壮士，他们那时候没有开车，所以没有壮。100好汉，那时候没有讲英雄好汉，但是不止108，只是这108呢是从里面写出来108位，还有太多人在那个整个山，那个山叫梁山。那其实那时候不叫梁山，但是后来变成梁山。梁山的意思跟梁山伯祝英台没有关系哦，是梁山，后来是梁山108条好汉，那时候从里面集结，然后陈近南那时候呢，集结很多江湖好汉、英雄好汉，全部各路人马，那个时候人讲义气，又忠肝义胆，对，而且什么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很有正义感，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们全部就抛头颅洒热血都没有关系，集结在一起，有变成慢慢延伸好，干脆叫天地，为什么？所有人。就是这样，插香歃血为盟，我们以天地为证，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我要同年同月同日死，或者怎么，哇，都讲了义，
结拜。我告诉你，那不是开玩笑，那个年代呢，真的是豪情万丈，豪气万丈。我觉得你好像是那个年代的人哦。我再早一点吧，我算是那个北京人，古时候的原始动人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聊这么了解？那个时候是豪气万千，大家就是肝胆相照、忠肝义胆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忠肝义胆，可以听一个人呢为他牺牲，然后呢这个牺牲是有值得的，是为了整个大汉民族。嗯。是为了整个那个时候不是叫国家了，对，就是那个为了整个朝代民族，哎，民族，对了，对，哎呀，都是讲民族。如果说几万级的，总算讲对了，这个开玩笑，什么很棒。那个民族其实是因为真的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族，对，然后都讲类似他们的那个，例如我们这边就有民族啊，原住民就是阿美族，嗯，那泰雅族什么族，那。以前中国也很多啊，很多嘛，什么什么族，什么什么，所以就叫民族嘛，哈，啊，我们好像五六十个，对啊，民族，像台湾也是有很多嘛，就是还有五族共和嘛，哈，对，就五个族群啊，有客家，有闽南啊，有这个原住民啊，有什么国语，很多嘛，全部族群融合在一起的嘛，哈，对，还那个时候就集结在一起，然后开始要就是说，那他们那时候是讲以天地为政。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哎，后来干脆就叫天地会好了。嗯，天地为政，非常棒啊，很棒。对，集结在一起。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带领他们，反清复明。哇，那时候真的是说实在的，可歌可泣啊。是。哦，为了一个朝代，为了一个什么民族，这样可歌可泣，一直延伸完了，哎，到了我们有一位呢，真的是这个洪门的老大，龙头老大，真的是这个哎，实在是不得了。那个时候在洪门的人真是多到真是不胜枚举啊，不管是这个将军也好啊，或者是说士族小民也好，或者是一般的生意人也好，太多太多了，就是这样反清复明啊。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这一位呢我讲就知道是谁，就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也是洪门啊，他是加入洪门以后，他是洪门的红头龙棍红头啊，他是应该说是龙头老大，红棍啊，红棍不得了啊，是有传、哎、传那个宝，传家之宝。他也是，他算是我们洪门的老大。哎，如果说陈近南是之前他是主线，龙棍是分那个阶级是是，红棍，他是龙头红棍。哦、哎，那他就是我们洪门老大，对，就这个带领的所有的这个真的是革命烈士啊，全部都洪门的人，反清复明。你看他说。为了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忠烈祠里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忠烈祠里面，忠烈祠里面呢，几乎都是洪门的人。哦，因为那时候反清复明嘛，抗日剿匪啊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可歌可泣。为了这个整个民族啊，真的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那听说亨哥你也是洪门啊？你也是洪门的人吗？小弟这个没有资格，就只能站在外面这样徘徊看一看。我觉得。你好像非常了解历史、欸、当然我们要一定要读历史才能主持节目嘛，对不对？总是要，就算你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没有看电视也要有尝试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多方面去了解嘛，对不对？那时候国父呢真是革命了好几次，终于呢，你知道是哪一次 OK 的？不知道。革命成功你不知道？革命十二次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很多次啊。在哪一次真的革命成功？你知道哪一次吗？叫什么起义？辛亥还是武昌还是什么？你知道呢？都不知道。好，那我就不考你了。好，那我们就让大家去Google查一下了哈。终于革命成功了，哇，那时候真的不得了。应该是辛亥吧？哎，反正就是没关系，反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啊。好像以前历史，你有读过历史吗？有，只是近代的比较没那么熟。当然，这个我他是从这个他为了要去带领大家革命，他加入了这个洪门。对，然后带领洪门呢，然后哇，真的是也是真的是经过了一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奋斗啊，然后开始延伸，一直延伸，然后革命再革命，终于革命成功了，太厉害了。然后那个时候故事还太厉害，真的，然后革命成功以后呢，这个洪门呢还是继续延续下去，因为他的精神呢真的是令人敬佩啊，从那时候一直为了整个民族啊，这样推翻满清，抗日剿匪，而且是。哎，那时候还有那个袁世凯，你知道吗？哦，我知道啊。哎，那个时候，反正那时候又八国联军什么乱七八糟，完全就是这样子
大家这样子尽心尽力为了这个整个民族这样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这实在令人敬佩，真的是敬佩。那个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它现在总共有300多年的历史啊、哦！哎，那等我们这个到了现在，因为我们就是鸿门维新嘛。对。好、哦，你知道什么叫鸿门维新？为什么？我只知道维新应该是一个开创一个新局面吗？还是开创一个新视野？还是维持创新的一个、那个？你都讲对了，其实这个意思都可以。鸿门维新的意思，维持现状，对，不断创新，对，不断维护现状，不断创新。啊、嗯，鸿门维新，维新就是说我们维持一个新的局面，新的世纪，开创新局面，哎，新时代新局面的意思。鸿门维新，那为什么鸿门维新只争朝夕呢？你知道为什么只争朝夕？你不要做坏事，做坏事的话，早晚都会被人知道哈。朝夕不是就是早跟晚吗？早晚对不对哈？对啊。就像人家讲说，哎，你不要做坏事，你做坏事。古代是讲朝夕，那现在是讲早上跟晚。早晚嘛，对不对？对，就是哎，你不要做坏事，你又做坏事，早晚会被知道。那没关系，你中午就不会被知道了。下午就没人知道了。不是这个开玩笑，只争朝夕的意思是说，我不跟你争日正当中。我也不要跟你争什么尾巴，千秋万世都不用。我只争朝夕的意思，我只要一大早，我出来好好的表现。到三更半没人的时候，我再好好表现，就这样。只争朝夕，中间所有辉煌时代让给别人。所以我不争不夺不抢，哎，不求名利，我只争朝夕。这个意思是，哎，它是有很多的说法。好、哦，只争朝夕很多说，只争朝夕有时候哎。只争朝夕，你是不是要抢特别抢白天抢晚上抢抢什么功劳、啊、什么居功了？是怎么了？当小偷吗？不是。哎，讲到这个小偷，我告诉你了，小偷现在完全被消灭了。为什么呢？小偷被消灭不是被警察消灭，是被什么？被微信跟支付宝消灭了。被信用卡消灭了啊！因为大家现在出门几乎不带现金嘛，都带微信啊、支付宝啊、什么信用卡什么之类的哈。支付宝跟那微信是大陆。哎，所以消灭小偷的不是警察，是这个微信、支付宝跟那个信用卡把它消灭了。所以现在小偷站在那边看到一大堆人群，他眼泪都掉下来了。为什么掉下来？哇，我们家被强抢哎，对不对？大家这个身上都没有现金。手机呢？现在我告诉你，你以前可以偷手机，现在手机连偷都别想偷了，因为手机觉得大家都不离手，像他，每天滑滑滑滑滑滑，没有，滑到自己镜面都不见，他还继续滑，反正就人家滑跟着滑这样子，有没有在滑？没有，就是说，因为网络上有好多都每天都可以看不完的资讯，然后想到什么就可以查。那我还蛮喜欢学习的，那有时候电视。上资讯不足的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然后随时呢，例如说我一定是身不离手，就是手机不离手，不是手机不离手嘛？为什么呢？因为例如我开车也要用导航啊，对啊，哎呦，然后好多讯息啊要处理嘛。你现在导航啊，其实手机导航比那个车上导航还要精准。对，因为手机不断的更新嘛。对啊。车上你要更新了，你必须要拿电脑去稍微更新才可以。对啊。但是现在已经进步到你用手机也可以更新它哦。是啊。因为哦，现在这科技进步到真的是。是用网络的这样子微信。对 对, 对，有时候是用那个蓝牙，或者是你本身的 WiFi， 或者你本身手机要更新那个里面的那个也跟着更新这样。对。那我们现在讲更新跟鸿门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微信。鸿门维新只争朝夕，鸿门维新只争朝夕。就是说，为什么只争朝夕是早上跟晚上？那晚上是做什么行业？是小偷嘛？所以刚刚是聊到这里。当然不是小偷，就是他就不争不抢不求名利，他只就是早晚就好。晚上是争什么？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要跟你抢。比如说白天日正当中辉煌的时候呢，我不争不抢。那就是一个大意啦，就是一个大意，但是呢泛指这样子，但是呢其实他就是说反正他就做不求名利，做不争不抢，做不是没有要做争龙头那样子啦，就是争那个就是哈，就是说他做他想要的，不会贪图名利，对，也不会去抢那无为不会都不会，也不会抢功居功什么都不会，好，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把笨练事做好，所以最后才有忠义精神出现了。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忠义精神，要忠肝义胆。人家有说三胆，哪三胆？酒胆色胆忠肝义胆。但是酒胆色胆我没有，我就忠肝义胆。
真的吗？对，大家都以为你好像蛮……因为我不会喝酒啊，啊，我也不好吃啊，啊，看起来好像酒量不错，欸，就是说那个，一般人对你好像从外表这样看起来，好像会多少有一点，嗯，我是没有，没有抽烟了，也没有喝酒，什么都没有啊，真的吗？亨哥，你今天穿这样子，那人家觉得说你好像，啊，牧师。不是，好像是红门老大之类的，还是什么帮派老大，怎么敢？还是角头？哎，不不不，这，我你一定有混过？没有，我没有混过了，我是这个一直在身在其中。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年轻的时候应该有蛮多。你怎么一直跟我老王？我好像还是年轻的。不是，我意思是说你应该经历蛮多的，然后不知道有做过哪些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红门了，为什么提到红门？红门当初被瓦解过，被瓦解了，哇，那时候分开，大家为了分散，所以红门很多手势，有很多阵法，还有那什么茶碗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好清楚哦。然后最重要的是，红门那时候被瓦解的时候呢，分出很多的派系。手势先比一下好不好？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刀会，小刀会有听过啊？还有什么歌老会？说还有一个青，还有百老会，没有。我还是离你远一点，没有，怕等一下那个突然有人进来，这个敲你脑袋。对，后来呢，那个青帮也是从红门分出来的哦。青帮，那青帮那时候在上海不得了，有个上海皇帝，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我不知道哎。杜月笙。哦，有听上海皇帝杜月笙，还有青帮的龙头老大啊，那青帮也是从红门出来，那时候的那个红门是青帮一直线嘛，红门一大片，知道红门是最早的嘛，啊，那这些都从青帮。红门是就是宽的，然后青，你说青帮啊？青帮一条线，青帮是直线的哦，他们是等于青帮比较就是在一线，那红门属于他。拓展太多山头，太大，所以说海湖嘛，好，因为太大，历史又悠久，300多年到现在300多年了，哎，对。然后呢，这里面呢分到很多，后来呢，因为说国部出现了以后呢，又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这些反清复明，了解，对，所以红门一直留在了现在，我们的龙头老大就是国部，啊，如果我们没有讲国部的最早之前，少林五祖陈近南在国部，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历史名人里面，秋瑾也是啊。秋瑾啊，好多好多这个，我讲真的，我现在念出名字都是赫赫有名的，全部几乎都从红门出来的，所以党政军里面有很多红门的，他们为了要革命嘛。恒哥，我看过你的新闻，你好像也是红门的。我屌，就是有先查过。讯息，你说有那台湾的艺人好像是，就是你也是，你这个，你也是红门的，你是从报社出来的，这么会爆料？不是，香港艺人就是也蛮多是红门的啊。开玩笑，那台湾第一名好像就有把你列出来。你知道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吗？因为那时候呢，国父有一阵子在香港。哇，那时候香港那个时候真的是龙蛇杂处，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什么人都有哈，结果呢，国父在那边呢，开始要从那边当个据点。他最早之前在旧金山，在美国，后来移到香港比较就近嘛，对不对哈，然后开始在那边据点。他逃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因为是真的是因为一直满清一直在追杀，包括日本好多一直在那个到那边去了。那边呢，就是因为他在那边。结果那个地方到一直到现在，有80%几乎都是红门，但是现在有化名了，改成什么名字？其实都是红门的。香港很多，包括香港演艺圈的艺人，哎呀，真多。那亨哥，你好像大陆，你不要一直讲到我嘛，我又不重要，对不对？大陆，我意思是说你的部分你都不，你听听，大陆有很多艺人呢，也是红门。大陆很多的那个什么工业商业，我知道很多艺人都是啊，工业商业也是跟红门有关系哦。那台湾也是。那我意思说你亨哥你也是红门的嘛？
那你没有分享一下什么？我们不能透露我这个身份，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指标性。因为我看很多记者都已经把你登上去了，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团。对，非常大。现在好像是还蛮正面的啦，没有什么帮派这样子，好像是蛮维护正义的。对，他始终最主要是忠义精神。是。嗯，我是有这样听说啦，但是哼歌。你应该在里面算是蛮属于是蛮高阶的哦，好像有那个职位之类的，那什么职位？你直接讲一下，你直接讲。那我说是。好啊，亨哥好像不太想聊自己。不，这个我们是算小族而已啊，小小的一个无名小族，我们不足为提啊，我们也。可是我听说你好像蛮。好了，还是不要讲好了，真的。你到底想怎么样？听说好像手下蛮多，没有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没有。你那个头发夹到嘴巴，你知道吗？没有啊。你有夹到了？真的没有吗？另外一边。真的。哎，对，好。有，好。意思叫你不要讲。不问了。不问了。刚刚嘴巴这个专播的意思了啊。没有，我听那个大粉丝、网友、朋友们争取福利，因为那个很多报纸。有爆料的或者是记者写的哈，都只是写一个大概而已啊。那今天刚好亨哥你在介绍这个，我就想说你自己本身也是里面的成员之一，然后你也可以介绍一下鸿门，让你觉得你如果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就不要讲了啊，我们不要勉强硬挤啊。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喜欢忠义精神的啊，对于你来讲，开玩笑，我们是正气凛然，忠义精神是一定要有的，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要忠肝义胆的精神嘛，对，我们别的没有，但是我们最起码忠肝义胆，对不对？我们再怎么没有，我们要讲正义。我是觉得你还蛮多兄弟的，朋友。当然，我兄弟姐妹大家都很多，这都是好朋友嘛。好朋友很多，对不对？好，这就是鸿门维新指着召集忠义精神。今天讲鸿门要讲不完的，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当然，我们今天全部集结起来的话，真的要讲的话，可能要开个50集都还讲不完哦。对，这个太多了。之后你应该会教大家练武功。哎呀，鸿门讲到洪拳，哎呀，讲到这洪拳不得了啦。鸿门最厉害就是洪拳，洪拳延伸了多少拳，你知道吗？不知道。咏春啊，包括什么，都是鸿门延伸出来的洪拳了哈。好，我们今天这个新恩会这个到底会不会呢？啊，我们当然都会了哈。我们今天新恩会到此先告一个段落哈。我们再来，我们会提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大家值得学习的忠义精神哈。来，这接下来呢，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什么服务的话，可以私讯我们新奇 TV 的小编，我们会帮你做最棒的服务哈。还有就是，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唐新奇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重新来过》，我们下次见，拜拜。